我是公馆列车长，那不好意思你。7月110年，7月11号，然后基隆站，基隆站始发，哎，终点站，然后始发站基隆站，然后它1208次，这班是1208次，苗栗发车就三零哦，基隆的盈利收一下十两边组用900型902区间车在基隆站停靠，那这班是看苗栗。的1227次将上一个苗栗的二代尾桥区间车，我下面一个马扎门都做电苗桥，一个是900，一个是二代。然后好险，听说9011哎8918 92没什么事，哦对啊，那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，对啊，要不然真的撞下去了，傻眼。那这边是883、884二代尾桥，全都1227次将上一个苗栗，然后这边是1208次将三线，哎，对，开往基隆。然后大家跑1231次，基隆发车，基隆西部干线刚好行走。的盈利收尾桥时间面组用902全车，1231次，然后40分开车，是吧？和下面的马达们都在对我们那地方。我就这样啊，拜拜。然后到头车第一车。两个字再见。